我们趁着秋桂老师去金门的时候，我跟宝师傅两个人自己跑到串门子来喝茶，叮叮叮，给大家看一下宝师傅哦。哎，他转不回去了。你是在拍照还是在录？我现在在录啊。录的啊，没事。对嘛，好啦，我哥哥要泡茶给我喝，还有这里不能讲话太大声，哥哥你要看镜头哦。我刚刚都没有在看镜头，我刚刚不要太近，太近它会模糊。没有啦，不模糊。好啦，看看我们有多有气质。那哦，水开了。宝师傅现在要泡的这一泡是高山茶哦。好啦。好，宝师傅你会泡茶吗？不会呢。要先温壶。哦，这个也是我哥哥的，不能放我这边。这里好舒服哦。我们两个人今天中午带着我娘去吃饭。吃一吃之后呢，就说呢，我们来喝茶吧。虽然没有压，那你别动，我把它空气压住了。对啊，虽然没有秋桂老师的好茶，可是呢，串门子本来就是一个茶馆，本来就可以来这边喝茶。轻一点啦，等一下把人家的东西弄破了。我们其实很少这样喝茶，我们在家里喝茶都很粗鲁。太热了。对啊。好。好，我师傅先要把茶叶。这个茶叶老板娘已经帮我们弄好了。嗯，就是这一壶的分量。对啊。哥哥，你以前有这样自己泡茶吗？大概有六克还是几克吧。你以前有自己这样泡茶吗？有，但是没有那么讲究，没有温杯子。哦，好来。很好玩哦。我第一泡不要丢掉。第一泡当然不要丢掉了，因为我们其实还蛮少喝茶的，所以第一泡如果有什么什么东西我也不在乎。你再等一下看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你刚才什么？就是在等下雪天，报时冲日下一句。你现在下一句，我是蒋光超。你现在很马文才啊。下一句我们每一天都这样吃喝玩乐好高兴哦，好马文才，师傅说好马文才。小心小心，为什么他在明明你要慢一点，我哥哥动作都好粗鲁，我们都好粗鲁。今天味道香耶。好，我们中午在银翼吃饭了，吃得好饱，而且我们吃的都是粥粉面饭锅巴、微面、炒饭。不过盈利进步了，十几年前比我们十几年吃要进步很多。你看现在菜没有那么咸，而且那个炒扇糊出乎意料，扇糊哇，他的韭黄扇糊虽然一盘600元，可是很新鲜，很好吃，而且他的这个韭黄很新鲜，扇糊好肥。啊、等一下下一泡就比较浓，这是洗茶水。秋桂老师，你有想念我吗？不知道秋桂老师会不会看到这一段影片。他看到我这个哈，一定心里就在咒骂了，宝宝乱来，你要泡谁？师母应该会看到我们的影片。这次都没有陪秋桂老师去金门，不过我有答应秋桂老师，明年2月或3月我要去金门一个礼拜，宝师傅不一定去哦。来一杯。哇，来一口。哇，好高兴哦。再來，你滴到我了呢！哎呀，你把我烫伤了。那就好，不要太阿弥。来，我们要专心喝茶喽。我们两个人喝茶超没有气质的，可是好开心哦，很悠闲，没有观光客的永康街，其实还蛮开心的。我们自己在这边玩耍。哇，喝茶的声音会不会太大声了？